耶，我女儿现在长大了，洗衣服洗得有模有样的，要洗干净的放牛。冷不冷啊？水？冷呐、啊。哇，好冰啊！哈哈，洗好了吗，爸爸？终于洗完了，昨天。今天你的功劳很大呀！你自己的衣服是你自己洗的，对吧？还有臭袜子。还有你的，你去把它晾起来。都挂满了耶，都挂满了。挂楼上。楼上啊，楼上也挂满了，看见。楼上也挂满了。去看一下有没有位置。走，快点，你去拿衣架，走。哇，好多嘎嘎呀！现在天气慢慢。开始暖温了，这个肉把它拿揉上来了，不然下面可能会长霉。这个晾在哪里啊？衣架也没有嘞。放都晾满了。衣架。把那个干的衣服收下去，胖妞。臭袜子啊？不知道，不是我的。别人的袜子都是臭袜子，那你的袜子香袜子，是不是？臭的还香的。等一下。这个是小酒瓶的。抱下去。慢点啊。这个没衣架，放到这里。那个是小月月的，昨天刚洗的。小月的给它放在这里，放在一起。哦，下去了。还有一个裤子。还有爸爸一个裤子。咦咦咦！别搞掉了，别搞掉，别搞脏了。哎呀，那小牛牛的掉了。慢点喽。衣架不够了，爸爸，我找到了几个衣架。你是送了及时雨啊你！
衣架不够，挂在上面。你看酒上面都是挂在上面。拿着，等一下拿着。袜子挂不挂哟？哎，把袜子拿着，挂在那个边上，放在边上就行。袜子不用衣架哈。袜子不用。要合理利用资源。把这个衣架放在地下哈。给我拿着，给放地上。不知道什么叫合理利用资源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终于晾完了。袜子晾完了。晾完了，那里啊。我觉得这个冬天这样子洗衣服真的太辛苦了，大家人。我看老妈也是洗了半天，那个水那么冷，然后酒柜又洗了半天。嫂子他们应该是立川那个新房子有洗那个自动洗衣机，在那边洗，然后我们又洗了一半天。那个真的是有点麻烦。麻烦就买一个全自动的。等以后，比如说那个再生了一个小孩的话。那个衣服就不得了了，今天洗哦。那买一个洗衣机多少钱呢？哪个？要几千块钱。几千啦？有这么多钱吗？没有。那叫他们给你们给你出一点呗，我也出一点啦，那不是刚好吗？谁出一点？大伯他们呀。大伯住在利川呢，他们都在利川呢。瑶瑶他们啊。你出一点没给他？对呀、啊，你出一点吧，把你的妈妈也出点呐，你的红包拿来嘛，好不好？嗯、你给妈妈出一点好不好？几千多？两千多，两人出一半吧。因为你的衣服最多花，你看今天都是你的衣服，看一下，这个是你的，这个是你的，还有那边那么多都是你的，是不是？一二。嗯，有没有占一半的？爸爸妈妈两个加起来都只有你那么多。你基本上两天就要换一套，你想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你又不爱干净，衣服老是搞脏，你说这个应该要你来买，对不对？有没道理？嗯，不道理。不道理。那我们两个出吧，兄弟。兄弟不行了。你和妈一起出啊？你和爸爸和妈妈一起出啊？那你的衣服以后自己用手洗。什么在叫？猫咪，是吧？是要去买一个。买一个，这样洗也是太麻烦了。到时候、全自动的。对，要买一个。你网上看一下吧。在网上买，在店里去买。网上应该要实惠点吧。咱们来看一下。网上你也看一下吧。我们看一下要多少，要多少？小朋友出一半啊。小朋友要把你的红包钱拿出来啊。我只有五十几张。你五十几张够了，够了，绰绰有余了，还有多的。够了，你问你老爸妈是吧？就五十八张。这样你五十八张哪里不够用？看一下，滚筒洗衣机自动的是吧？对。爸爸，你买哪一个呀、啊？你觉得哪一个漂亮？我觉得呀，我觉得这个好。这个很可以，这个海尔滚筒十公斤的嘞，大容量滚筒杀菌洗衣机全自动。才1599，才1599，那么便宜啊！啊，怎么样？你要看那个销量跟那个评论喽。销量1000家。那些人买的那些评论怎么样？评价？评价很，看一下，很好啊，还不是好评。就是这个吧。那个。1000多块钱买个滚筒洗衣机，应该是挺划算的。先看一下，看好。全部都是不错的，全部是不错的。还有一个 TCL 的1399，也是十公斤的，也是滚筒的。海尔都感觉还可以吧？海尔是牌子的 ，TCL 也可以。我是感觉那一个好看。那一个？嗯。那就买那个海尔那个吧。嗯。好吧。就直接买了。那买呗。嗯。说买就买。1599。他买回来自己安装哦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啊。你是自己安装吗？买的就很贵，就是不要自己安装。买了到时候你那个水龙头还要重新弄一下哟，下面那个水龙头。对，要
接个水龙头，这种自动洗衣机的话要固定要有一个水源，要随时要保持畅通才行哈。对，下面那个水龙头要换。好，那先把它买了，买了它应该要几天才到啊，然后这两天就把那个水龙头给它搞好啊。啊，好，这样就方便了，洗衣服真的洗衣服太麻烦了，一家人这么多人。那就下单了。下吧下吧。真的下了。嗯，要出一半钱喽，胖妞。1599。嗯，1599。1559。1599，我这个还优惠了几个金币，还抵了几块。那就出500那些的哈。你出500呀？可以的。那行。你们就出1000的那些。那可以，我们三个人出，一人出500哈。那一人出500就刚好了。嗯，可以。你就出599吧，我出1000嘛。咱那个你500，他500，我500，那不够啊。等等，1000，那还有99出是吧？99。嗯，我出，好，走吧，笑笑。走吧，笑笑。